场非常的热闹，我们台上的小朋友跟各位家长也都就好我们拍照的位置哦。那前面的家长尽量可以蹲着或坐着，蹲着会酸啊，坐下没关系哦。来坐一下，等一下拍一拍地图，小朋友都帮你们坐干净了，地很干净哦。好，然后我们因为临时换这个场地比较紧哦，给我们木箱谷的小朋友多一点时间来就位。然后拍照的家长前面都尽量坐下哦，那后面的家长看得到。好，木箱谷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都拿到谱架了吗？好，那你们的口罩拿下来。口罩，对呀，口罩拿下，你们可爱的脸庞要露出来。好，各位来宾，各位家长，我们要欣赏的是我们木箱谷要带来的演出。第一首哦，是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来，来宾啊，家长，我们来掌声来鼓励一下哦，给我们小朋友加加油。指导老师是我们外聘的张继仁老师。我们木箱谷是鼓动人心的椅凳哦，因为木箱谷它是一个箱状的人木吉打击乐器，它的造型就像个木箱的椅板，对不对？像个椅子坐在上面演奏，可以用手来拍敲木箱前面的薄板的声音，会发现很声音很像爵士鼓哦。好，来先，我们先安静的欣赏他们的演出。Thank you.
表演的起立，抱着你的鼓就好，其他不用动，其他都不要拿，抱着你的鼓就可以了。表演者拿木箱鼓，抱鼓就可以，鼓架不用。你要先让他下来，你要让他下来，先让他。然后跟着浩轩老师，从那一边走出去，浩轩，我要前面根本走不了了。六年级在那边保护的，好。好，从后面的门哦，有六年级在那边帮他们接着哦。好，从后门。抱着木箱鼓，通通拿到器材室去滑。木箱鼓手要勾好，有个洞手要勾好。木箱鼓很珍贵哦，学校专程添购的这个设备哦，来发展我们小朋友的一个艺术专长，艺术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打击乐器哦，很特别的一个木箱鼓的演出。